莎莉丝，今天呢又到了大家喜欢的穿搭主题。没错，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秋冬穿搭。为什么说秋冬呢？因为其实以台湾的气候来说，有时候还是会稍微热一点点，所以这些衣服呢是秋季呀、冬季都可以穿搭的单品，今天就要一并来跟大家分享。好的，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直播旅游穿搭以及更多即时动态内容的话，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哦。在穿搭开始之前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所佩戴的饰品。没错，又是来自 Ana Luisa 的饰品。你很多影片啊，或者是外出穿搭照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家的不管是耳环、手链、戒指、项链的质量都非常的好，基本上都是用回收的黄金制成的，所以我在佩戴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过敏问题。再来就是搭配性以及造型性，他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推陈出新品，然后搭配性也都非常的高，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饰品互相搭配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呢，总共有三副耳环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我耳朵上面所戴的这一款，它是跟 YouTuber Michelle Chow 联名推出的款式。那它同款同系列呢，也有推出一组三合一的项链，之前我有介绍过，我会把链接放在这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过去看。耳环项链呢，其实是分开卖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需求去决定要不要购入。那我觉得这个耳环呢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既有存在感，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太浮夸到不能接受。那尤其是搭一组的话，真的超级无敌好看。在冬天啊，有时候会穿一些 V 领或者是一些高领的时候，这样子搭起来的层次感以及搭配性，我就觉得很完美。再来，应该有人想说，我不想要这么高调，我不想要在那边晃晃晃的话呢，我接下来下一款呢是要介绍三个圈圈的这一种。它其实不是真的三个圈圈，它是有三条线然后半圆圈的这种风格，然后由小到大，所以在耳朵上面就感觉好像你同时戴了三个圈圈这样子的效果。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存在感，可是又不会到让你太觉得浮夸。那但是它就没有像这样子垂吊式的感觉，它就比较贴耳。再来还有另一款呢，是我觉得超可爱，我要叫它花花还是星星啊，它的造型超级无敌可爱的。这一款它还有出一个迷你款，那我这个佩戴的是它一般的款式，可是因为我耳垂比较厚，所以戴上去的时候有一点卡住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一种晃晃晃的效果，所以它对我来说会变成比较贴耳的耳环。那如果你耳垂是比较厚的人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一点。但这个呢，它很秀气，它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有很明显戴耳环的感觉，你侧边的话才会看到出这个耳环的小细节以及小特色在里面。这个我觉得它的搭配性也非常非常高，因为它不太会有什么任何不同款式上面的限制，所以他们家的耳环跟项链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如果大家对他们家的饰品真的很有兴趣，想要入手的话，可以趁这次的黑五折扣，最高可以有达到 60% off 的折扣，就相当于四折的优惠。迟迟没有入手的大家就可以趁这一波年末的黑五折扣了。那我都会把详细的优惠资讯以及连结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开来看哦。首先第一件呢，我不是要介绍我身上的这一件，我是要分享这一个白色的打底衣，这是来自 Reese 的，那它尺寸就是 free size。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先讲这件打底衣，主要就是我要跟大家讲，打底衣在秋冬真的是必备必备的单品。你去年前年有买过的话，其实今年不太需要买，但这种衣服真的是衣柜里面必备的品项。那这个打底衣多好搭呢？毛衣、针织、大学 T、 卫衣，这样子所有的单品里面都可以配上它，甚至你要单穿也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一件款式它是做这样小高领，所以你搭配饰品的话真的会很好看。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这类型的单品想要参考的话，是可以到 Reese 他们家的官网去看一下，他们还有其他非常多的颜色。再来讲到它的搭配，当然不能少了就是毛衣。这个 V 领的毛衣呢也是 Reese 的，那他们家基本上都是 free size 为主啦，但他们家的 free size 我觉得以我身形来说穿起来算是蛮友善的。那这件的毛衣呢，它是比较短版的，刚好接在我的
高腰再下来一些些的位置，所以如果喜欢短版这种比较有一点学院风格的话，是可以挑选这一件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是做这样子比较灰色，然后有织纹，以及搭配领口袖口这边不一样的拼色。那这件呢很亲肤很柔软，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秋冬很必备的单品，我觉得很简单，你就穿一件内搭，然后搭一个这样子的背心，然后再穿一件大衣，我觉得在台湾的气候就够暖了。下一件也是 Reese 的，就是它的针织外套，他们秋冬挑的品真的是会让人家哦，每一件都有点无法割舍，而且同款还会有一些不同的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配色。那我这次选的这个针织外套是选这种比较燕麦杏色的感觉，那这件呢很亲肤很软的毛料，然后领子这边就是做这样白线条，然后配上很漂亮的琥珀扣，还有两个口袋。我觉得针织外套啦，贴心的真的还是会做口袋，有一些没有口袋的你有时候就会不自觉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自己会，就是针织外套没有口袋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稍嫌不习惯。在它的袖子是做比较偏微宽的，里面搭配比较宽一点的袖子上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来这一件的长度我觉得是偏适中，它没有到太长，但也没有像这件背心一样这么的短。你自己看一下它的长度，它是可以微遮屁股的，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这一件的长度啦。那这样子的针织外套呢，当然你要搭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把它当一件上衣或外套都可以。那如果大家对于 Reese 他们家的这些秋冬品啊，毛衣啊，背心啊，针织啊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你喜欢的颜色哦。再来我想要分享的是西装外套，这一件的话是 Wear to E 推出的西装外套，这一件的话好像是十月的新品吧，没记错的话。这一件外套呢，我觉得它的颜色调得很好看，这件它有点掺杂就是其他颜色在里面，所以不会觉得好像整件都是浅浅的感觉。这个尺寸是 M 号，我觉得它比较偏 oversize 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就算穿 M 号也是有我喜欢的那一种宽松度以及长度的。整件的质量呢非常非常的好，但它整体来说我觉得是偏薄的，很适合搭一件打底衣在里面，然后穿这个外套之后再搭一件大衣，我觉得很时髦很好看。然后它整件的版型我也觉得做得很好看，有小垫肩，可是这个垫肩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肩宽，它只会让整件看起来更挺更有精神。袖口这边呢也有做扣子，所以你也是可以把它拆开然后袖子反折，后面呢也有做这样子小开叉。这件西装外套我真的觉得很百搭，非常非常的百搭，很值得大家购入一件这样子杏色的西外啦。我很喜欢这一件西装外套摸起来的感觉，它不是完全那种滑的西装布料，它是有掺杂一点棉质的感觉在里面，所以穿起来真的很舒服。那我同款其实也有搭配他们家的西装裤，这件杏色跟黑色我两件都包，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你不穿还不知道，你一穿之后你真的就是可能整个月都会只想穿它。它看起来会觉得好像很硬，然后不够柔软的那一种布料，但实际你摸到它之后发现原来它的布料这么的舒服，然后穿在身上这么软，这么舒服啊，可是却看起来还是有它的硬挺度在哦。黑色杏色我都洗过，那黑色现在在我的身上啦。那我穿的尺寸呢都是 L 号，这件我觉得版型来说 L 号对屁股大啊粗大腿女生非常非常友善，因为你仔细看它是有一点 A line 的效果，在腿围这边它是非常宽非常友善的。你可以看我穿，我的大腿这边绝对都是松的，所以就会营造出腿很细的效果，然后屁股这边完全不会卡，就是一个很顺的感觉。前面这边呢有两个就是针口袋，所以穿起来很方便很舒适，
腰部这边有做一节比较高，所以有点收腰的效果。那它是做侧边的拉链，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有一个统一性，很素很干净的感觉。这件西装短裤我跟你们说，不是只有搭西装裤可以，你搭一般的大学 T 也完全没问题，杏色黑色都好看，真的这一件可以买。因为我那时候去试穿衣服的时候是试穿大学 T， 然后我穿的黑色，我发现搭起来有够好看欸，怎么回事啊？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这个裤子真的很可以买。再来就是进入到 Mercy 兔兔跟疯女人 Apple 的联名系列啦。首先先从我身上这一件开始，这件呢是我自己买的，因为我没有这样子很多你知道吗，这种波浪啊这种飘飘类型的衣服，所以我当初看到这件的时候其实就燃起我很想尝试的一个心情，再加上它的碎花我觉得没有到很恐怖，我觉得可以接受，所以我就入手了这一件，完全没有后悔，真的是穿起来有够气质，有够好看，你不觉得我整个人就很优雅吗？那我这件尺寸挑选的是 S 号，我觉得可以穿，但是我想要更松一点，或者是袖子的长度可以再更刚好一点的话，我觉得我要穿到 M 号。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如果跟我体型差不多的人想要再有更慵懒更松那种垂坠度的话，要挑选的尺寸是 M 号。但我 S 号穿起来你们不觉得也很刚好对不对，完全没有那种很胖的感觉。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胸前这边这种，哇，这个荷叶波浪真的是太好看了，然后再加上这边可以打成蝴蝶结，或者是你一般的这样打结都可以，我觉得好好看哦。这个就胸前这边有很多零零浪浪的东西的这种效果，那它呢是可以直接扣在最高领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很优雅很好看，这件碎花很推荐大家尝试。再来下一件上衣呢，就是这一个，应该在其他的爱用品就有看到这一件衣服简单的介绍了。这件是做雪纺然后蕾丝大领子的衬衫，这件当初我看到的时候也真是眼睛发亮，因为它这个大领子真的太好看，然后又是做这种厚的蕾丝，是扎实的，不会给你翻起来就好像看到一个新世界，没有，它就是扎实的蕾丝这样子，然后是做这样的大 V 领，我就说今年真的很流行这种大领子的上衣，如果有看到的话想尝试是真的可以入手看看的。那这件的话它是灰色的，我觉得搭起来也是很复古优雅的款式，这件它是比较偏冷色调一点的灰，所以我觉得很衬肤，然后搭起来又很好看，它小细节还有在袖子这边也是做蕾丝的袖口。这件是他们寄给我的公关品，那尺寸的话是 S 号，这件整体的尺寸感觉偏大，所以 S 号我穿起来的感觉就是有松度，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初这件才会挑 S 号，我以为这次都松松的，没有想到这一件的版型我觉得比较偏合一点点，所以是可以正常拿，但这一件大领子你想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拿你平常小号的一个尺寸。再来下一件呢，就是被抢到爆的卫衣，这件卫衣有够可爱，它可爱在哪里？三个小雏菊，以及它整件衣服调的颜色。这个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之后我就立刻穿它，而且非常常穿，如果有拍照或怎么样的话，它出镜率真的会非常的高，高到我都觉得说这一件我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怎么这么常穿它。先来讲一下这种大学 T 卫衣，我觉得也是秋冬必备，因为真的就是百搭又实穿的单品。那这一件呢它是做这样，里面是这样毛巾布的感觉，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太厚或者是刷毛会太热，袖子是做这样比较飞鼠袖，宽宽的，很可爱这个设计。然后再来它整件的长度呢，我觉得蛮刚好，它只有出 S 跟 M 两个尺寸，我这件是 S 号，我觉得长度来说算适中，但如果我喜欢再更长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会考虑 M 号的尺寸。然后底部的这边呢缩口也不会太紧，因为你知道我屁股比较大，我就很怕这边缩口如果很紧的话就会掐在我
屁股那边，就不会有那种松松大大垂坠的感觉。但这件下摆不会，这件下摆这边就是很宽松。然后这个卫衣呢，我记得它有三个颜色，每个颜色搭配的雏菊颜色都不一样，超级无敌可爱。而且这个雏菊有够细心，它是每个都是刺绣上去，而且型超级美的。这件真的很好看，你不管是要搭牛仔裤、黑裤、内搭裤，然后小短裤都可以。但如果你怕这种毛巾布的会冷的话，你里面还可以再搭配一个打底衣，是不是？是不是？我就说打底衣有多好用，搭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再来下一件呢，是这个白色不规则裙摆的百褶裙，很意外吧？我居然买百褶裙，没错，因为通常百褶裙我都会很怕我腰旁边这里会蓬起来，但这一件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挑选尺寸是 L 号，整体来说这边它不会让你蓬得很夸张，但是它自己是松紧，所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微微的感觉，可是不会到非常的明显。这件裙子你要像 Apple 一样搭那个卫衣在外面也可以，或者是你要搭内搭里面，然后直接再罩一个外套也都可以。其实这个百褶裙意外的很好搭、欸、而且我觉得白色真的超级好看的。我之前去参加活动就有一套，就是搭一件高领无袖上衣，然后配这个百褶裙，再搭一件膝外哦，那一套评价超高，颜色搭起来超级好看，特色就是它的尾巴是做这样子不规则的裙摆，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那个晃动啊，看到那个裙摆飘逸的感觉超级美。这么喜欢西装套装的我呢，怎么能少得了这次的西装套装？没错，它当然外套跟裤子是分开买的，可是我只要看到它是凑成一套的，我就会忍不住，所以我这次就买了这个超级好看的苹果绿的整套。那我的外套呢是 M 号的，没错的话是 M 号，裤子的话一定是 L 号。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外套好了，它基本上也是做那种比较大件宽松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因为 Apple 当初的发想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件可以让大家跳舞穿得很轻松，你这样子动都不会觉得卡的西装外套。这一件它的风格就比较像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的尺寸大到啊，长度啊，整个大到我觉得我搞不好穿 S 号的衣服就可以了。所以这件外套如果你没有搭整套，你要单买也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绿我真的觉得调得太好了，这个好好看哦，青苹果绿、薄荷绿的感觉。你要搭其他的单品，黑色、白色的裤子也都完全没有问题。那这件膝外里面内里呢，也有做内衬，这件的厚度我觉得跟 Wear to E 刚我分享的那一件差不多，不是到太厚的那一种，就是秋天穿刚好，但冬天你外面可以再罩一件羽绒或大衣，我觉得也会非常时髦。裤子的话呢，一样也是做这样子，同样款布料的裤子。那它这款的布料呢，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有棉的成分在里面，然后硬挺度有，可是也会有足够的这种柔软垂坠的感觉。口袋的话后面是做假的，前面才是真的。它整件是做比较宽裤型的西装裤，臀部前侧这里啦可以再做宽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的腰围各方面其实这一件算是很刚好，比我的尺寸再多的人你就会直接 pass， 因为我觉得那个修饰力以及好看的程度就会没有那么高了。我觉得我的尺寸尺码的部分已经算是顶了，你没有办法再超过了。所以你仔细看一下它前面打折这边，我穿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微微撑起来的感觉，但整体搭起来又很有一致性，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件裤子留下来。那这件裤子你要另外再搭其他衣服，像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啊，或者是白色的衬衫啊，也都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外套还是裤子，它们的百搭性都非常的高，所以还是决定入手一整套。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大衣最后一件了。这件大衣呢是来自 Reese 的， Reese 他们家也会每一年冬天都会推出很棒的那种比较厚或者是像这种西装款式的大衣都有。那这一次这一件呢，我觉得很好看，它的颜色你看有一点烟灰蓝的感觉，
很高级的颜色。那它的尺寸我记得是 free size， 所以肩膀宽有到 L 的人，你要稍微评估考虑一下下，因为我觉得我穿的话已经算是蛮刚好的，有空间不会到紧绷，但如果你的肩宽又更宽的话，你要自己去看一下它的平量适不适合你，因为它整件的版型啊，虽然下面下摆做这样很宽松，可是肩膀这边呢，它是做比较刚好合身利落的感觉，它没有到像前面两件西装外套有到袖长比较长的感觉，这一件的话算是到手腕蛮刚好的位置，但它整件的那个版型啊，飘逸的感觉，后面的开叉超级无敌好看的。如果在比较不冷的天气里面搭一件高领的上衣，再搭这个也会非常好看，或者是搭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衬衫，再搭这个也会非常的刚好。 Riz 他们家的大衣呢，数量我觉得好像都非常的少，如果看到有喜欢的，真的就可以直接下手了。那今天影片中所有佩戴的饰品呢，都是来自 Ana Luisa 的。那如果大家对他们家的饰品有兴趣的话，要把握这次黑五的优惠折扣，最高优惠折扣会达到 60% off， 就等于是40%的优惠。一直看很久、观望很久的人，就趁这次入手吧，因为真的很优惠。打完折下来，你真的是觉得，我用花这个钱可以买到这样高质量的饰品，真的很值得。那非常感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如果还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直播旅游穿搭以及更多即时动态内容分享的话，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哦。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并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才不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